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万。解释：我国采用十进位算术方法，一到十是基本的数字，然后十个十是一百，十个一百是一千，十个一千是一万，一直变化下去。启示：一到十看来很简单，但变化起来却无穷尽。算术这门学问越来越深奥了，几乎各个科学门类都离不开数学，所以必须认真地从简单的数目学起，为将来学习其他知识打好基础。